来这个地方，来这个地方，沉基地，这个洞，这一，先刷这个量，二，三，就先转的时候刷到这个地方了。不是这样讲，转错了就脚手刚刚上就刚推前过去吗？不是脚这样，再次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手就这样，对，手这样，握拳了，并握拳了，是，来攻击，哎，一般都是这样动作啊，前脚转回去是鼓励，马上就挥手的。啊，马上会走的。哎、啊，你看，你连脚都不动，你脚都不动，怎么会走的呢？是鼓励以后，好吗？再一次来，攻击，是鼓励，哎，下掌，手都不要再晃了，下掌，就这样就好了，不要晃来晃去。是鼓励，是这样子啊，慢晃了，再一次来，哎，你手赶快晃好啊，啊，来前进攻击，哎，不是啊，这个前进攻击，我是前进攻击，来，啊，是鼓励，下去下打，哎，挥手格。你看这后面的后排还是做不好啊，是不是下掌这手这脚就挥手了，懂吗？是不是下掌挥手格啊，啊，懂吗？是不是下掌挥手格、啊、就这样子、啊、再次来前进攻击，哎，转过去是不是下掌就待会挥手就有，哎，脚要动一下啊，脚要动一下啊！啊，你是鼓励是这样子啊？你会走，脚步要闪一下，脚要动一下，再次前进，哎，哎，会不会？好了 ，MB， 这 MB 这 MB 动脉板，这动脉板啊，肩到肩，不是以前了，是挡动脉板。然后退，来 MB， 交叉 ，MB， 中外板 ，MB 这前头在这个地方，中外板，对，中外板，肩到肩，对，好来，然后是举高，丁字步，前脚尖朝前，脚板朝前，像打勾一样，看后面的手到耳朵的高度。好，转过去交叉攻击喊声，哎，大步一点，嗨，马上转过去前击力中外挡，哎，展开收一小步，刚刚的中外挡那个才艳，你那个怎么这手指个下挡的动作啊，手指转到这样就好了啊，下挡往前踩成前击力着地的时候先踩前击力，来踩前肌力，哎，踩前肌力，不要动，前肌力，前肌力站了，前肌力转正啊，好，转过去哦，展开，哎，就这样了，这么简单了，再回去，啊，要展开的动作，来一个动作哦，脚不要着地哦，着地的瞬间，砰，就转过转脚板，哎，着地的瞬间。你较开，高度，唔好低低，较开，啊对啊，嘿，好不？啊，跟一摆啊，先做一下。